台湾锦鲤发展协会成立大会，大会开始。我们先介绍今天与会的贵宾啊，我从我这边的大家的右手边那边，我们开始介绍起。首先第一位，是桃园锦鲤研究协会的前理事长，以及台湾锦鲤爱好家的前会长叶嘉焕先生，大家鼓掌欢迎。接下来是新竹市锦鲤协会的前理事长蔡景山先生，这位是GNA 杨梅支部长彭其清先生，中华民国锦鲤协会前秘书长尹水树先生，桃园锦鲤研究协会理事长蔡正富先生，我们台湾锦鲤发展协会的主任委员黄雅良先生，今天的也是今天大会的主席哈。接下来是桃园县爱理协会理事长黄章正先生，中华爱理协会前理事长钟英哲先生，中华爱理协会前理事长吴仁道先生，台湾金饰外贸发展协会秘书长钟莹莹小姐，最近上报率最高，以及在媒体里面上报率最高的这个秘书长啊。接下来主席致辞啊，请各位翻到大会手册的第二页。感谢啊，这是足感谢的啦。人生万分的感恩的心啦吼，来个大家作为感官吼，我直接来深深一个感谢吼，感谢大家。其实有大家安尼，这用心的做吼，按到我都把这个金米文化吼，搁会当搁发展。过来起来，所以讲哦，大家这样子生活，感觉心里有够温暖的。所以讲，我即摆嘛，搁用同款的心，要来介绍一个，伫迄个店店来做，黄老师，伊哦，自按这个协会哦，要开始甲内政部申请哦，申请要成立哦，安尼一层过一层，一层过一层哦，安尼伊对咱的会员的方面，够付出哦，我感觉伊是咱这个会哦。安尼真大福气啦，所以讲黄老师，请你拜托，我来介绍一下黄老师，好。其实哦，每一个人啦吼，我感觉是拢你参加咱这个会哦，安尼会是交人以后是，还是有一个目标，是要有。无同款的金鲤协会啦，哦，大家拢会当会有迄个欢喜心，甘愿做，啊，大家安尼吼，会当快快乐乐啦，哦，啊，每一个大家哦，啊，对以后会员哦，啊，有啥物意见啦，请恁我大家哦，卖客气，尽量甲提出，互咱会员哦，会当哦，更加好个改进，哦，咱会员哦，有咱遮个会员，就是咱会员每一个人个资产，有遮资产哦，咱以后较袂讲哦。是输啊！呢，按会员哦，每一工下当啊，一直发展起来。按哦，以后按个会员是要做迄个真正积极，要按做迄个迄个交国外吼，下当成为一个姊妹会啊。伊有一个姊妹会的时阵哦，以后下当交国外，下当连会做啥，会运作会比较较好啦。
会当互安尼，感觉欣赏这个经历，会当一步一步，会当搁比以前更加进步，更加水，吼、哦。其实是啊，有足够的人才，拢一直埋没，拢点点。啊，其实大拢足客气，啊，拢唔打出来，啊，拢伫外国，不管你拢是伫外国人。按台湾足少有看到讲哦，优秀的一个新招员，所以讲啊嘛，一定咱这回以后吼。嘛咧积极把这个迄个新杂人，大伊慢慢甲培养着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，按有这个人去做，吼、哦，按有这大家有去分析去做，这回慢慢个一定有进步，发展空间做出来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有当下这种快乐是变成吼，阮爱靠大家。你那件衣服你也借？啊，迄个然后反击到，他搞阮尴尬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买一件我有一件穿一年就破，所以讲，我是足欢喜心，把这个东西，就讲那个做好啦。所以讲，以后买一件就破啊，哦，啊，好意见，多多讲使用，感谢大家，祝大家发财，谢谢。